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会带大家行位处于大屿山欣澳地铁站附近的大山。首先我们就会由欣澳的地铁站出发，经过大山，跟住之后同埋会经过另一座山峰叫做大斜桐，最后呢就会落返去愉景湾，全长约7公里。由欣澳站起开始计行，大概7分钟左右就会见到一个地方，咁你就要过嗰条马路，而嗰条马路呢唔係一个正规嘅马路，而且都係比较危险嘅，所以呢大家横跨嗰个嘅马路嘅时候呢都要小心，係提防被车撞到。一开头的路段是相当之隐蔽，经过了一些相当之隐蔽的路段之后就会见到一支标高柱的了。其实呢刚刚的标高柱还未到达大山的山顶，还要走多一段小路跟着才可以到达大山的山顶的。来到大山的山顶呢，影完相之后唞够之后呢就要落返去这个的400坳了。经过400坳之后呢要再上埋黎碧山，再落返去300坳，最后上埋大斜桐，跟住经过埋200坳先至可以有路返去愉景湾的。咁所以呢仍然呢是需要好大的体力的。沿路的风光都挺漂亮的，所以大家行行都可以休息望下风景。不知不觉过了大斜桐之后呢，就会迎来整条的路程最难行最崎岖的一段路的。但是呢行完这段路之后呢，大家就可以由200坳落返去愉景湾离开的了。啱啱就过咗200坳啦，如果大家仲有体力嘅话呢就可以唔落嚟啦，咁就上埋去呢一个嘅流花筒同埋老虎头郊游㗎。咁今集嘅时间就够啦，最后可以搭返 DB03P 去返欣澳站搭车离开。今集时间够，我哋下次再见。